不多说了哈，三阶段时期，三阶段时期，嘲讽boss，能卡吗？进来拉链子，卡不影响拉链子。 往回跑，往回跑。嗯，去左边。这链子有完没完了？我操！这是 bug 了吗？不是，没钉子点，我操！啊，好了好了。哎呀，卡的不行了。 就这样吧，继续打 boss 吧。我笑的都虚。往后来，往后来，阿里克诺斯，往后来。快拉！恭喜你！你先往后跑就行了，你在圈里，他总有一天判定你。只有两个人中。这是往哪？ 好，那可能。哦，转阶段了，一三二四，分开。注意啊 ，spreading 什么东西 ，mystery 是吧？到边上去啊，不要被打到。现在就不卡了，人都就不卡。左边稍微打快点啊。 左边有个大怪，从右边就划水。注意停手啊！我他妈去左边帮忙了，你们右边注意停手，再给他们说一遍。你们左边的注意打眼球，先打眼球。右边停手，右边停手。你去三你自己，去三你自己。腿长的过来俩帮忙，腿长的 DPS 过来帮忙，然后右边他妈给我停手，死了。 别都过来啊！那边留一级的。哎，怎么死一个？怎么个死法？中了灵魂的，把自己身上的三个虚影。哦，打吧，两边都打吧。然后回来中场，把阿里桑诺斯站护起来。回中场啊！ 把阿里桑诺斯站护起来。我脚下。拉链。好像死两个人就不砍了。那我们下个 boss 起手先献祭俩呗，我这个小怪吃了。 右边，往右走，比较卡啊！你们就别秀了，好吧？早点点链子过去，别把自己秀死了。这，秀死一段，说啥来着？哎。 往左走吧，对。反正想秀的话，我觉得操纵时间比较稳啊，闪现不是特别稳。准备转阶段，才被把这个东西，大 K 吧，把这个东西弹到右边来。水上水上水，气量光波，气量光波是那个，躲开躲开。目标是你。
宝来了，这边还是慢。这边打慢点啊。这边可以停停手什么的，这边可以停停手什么的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左右都可以打了。回中场，魏老板张会起来，四位法师，谢谢。来自己开啊，嘲讽 boss， 拉链子准备往后场走一点，远程来远程位置，注意减伤，好，激光点你，去右边，别再把自己秀死了，跟着跑。打 boss 吧，小怪拉着就行。带个锁链来三角，三角来两远程。嘲讽 boss。哎呦。